总裁谢执行长电视机前的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是戊戌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很欢喜能够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新春佳节里跟大家说几句话。华藏文卫星电视台从2003年元旦开播以来到现在已经堂堂迈入第16个年头。我记得15年前华藏卫视开播前2个星期陈总裁打电话跟我说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专门播放我讲经的卫星电视台，这出乎我意料之外。那时候我们真的不敢想象这个电视台究竟能够存活多久，因为卫星电视的成本非常高，每天得花多少钱。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它经营得很辛苦，确实不容易，但是这桩事情功德无量，将佛法传播到全世界，让全球五大洲的人都能收看到，这个福报啊太大了。来生的果报，如果不求生极乐世界的话，那是天上的天王，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我们生逢乱世，社会大众每天透过媒体所接触到的几乎都是跟伦理道德因果相违背的信息，往往含有杀盗淫的成分，足以激发人贪嗔痴的烦恼，令人堕落。在这个时代，魔在哪里？就在每个人的家里。它是透过网络，透过电视来引导众生，把众生引领到三途去，引领到毁灭。在末法时代，魔的力量确实很大，但是像华藏卫视这样一个公益性的卫星电视台能够成功的生存超过15年，把佛陀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带给全球的有缘众生，从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魔的力量虽然大，但是佛的力量更是不可思议。魔的力量是有界限的，佛的力量没有边际。末法时代众生造的业太重，迷惑太深，所以这个世界的苦难非常严重。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走过92年的人生岁月，深深地体会到众生越苦，佛力的价值就越不可思议，超乎我们的想象。
以华藏卫士为例子，陈总裁跟我认识很久了，我们回想到15年前他的那一念善心是为了救度全球苦难众生，所以真的佛菩萨满了他的愿。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人的念头确实很重要，这个时代众生确实是苦到了极处了，人类的圣贤教育宗教教育都衰落了。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能够发起大悲心，乘船身教，救护众生，发生毁灭，那么没有佛宝，佛菩萨会给我们佛宝；没有智慧，佛菩萨会给我们智慧；没有机缘，佛菩萨为我们创造机缘。只要我们能够不退初心，能够念念只为众生不为自己，那么我们这一生的机遇与成就将是我们自己意想不到的。佛菩萨满众生的善愿，念念不舍一切苦难众生，从华藏卫士成立到今天，没有广告收入而能够维系15年的时间，这就是证明。从所有卫星频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设法界一真庄严，他们确实就摆在我们面前，由我们自己做选择。其嗔恨心是地狱心，其贪欲心是恶鬼也，其愚痴心是畜生也。守五戒是人道的，行十善是天道的，修四谛是声闻谛，修十二因缘是缘觉的业，修六度是菩萨的业，念佛是成佛的业。希望大家避免接触会引发贪嗔痴的节目，收看有助于发起善心熄灭贪嗔痴的节目，例如华藏卫士，这样才不辜负佛菩萨对我们的护念。更进一步希望大家都能发起救护一切苦难众生的悲心，发起乘船圣教的宏愿，发起求生净土一乘大愿。不论这个世间人们选择的是什么，我们选择的都是要救护一切众生的发生毁灭。不论这个世间的人们向往的是什么，我们向往的目标只有极乐世界，只有亲近阿弥陀佛。我们知道佛菩萨慈悲一定满我们的愿，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吉祥，法喜充满，道业精进，光寿无量。祝福佛教正法久住，法轮常转。
祝福世界安定和平，盛世大同，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诸我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不虚高年，吉祥富贵，念佛成佛，阿弥陀佛，恭喜恭喜，新年快乐。恭喜恭喜全球华藏卫视之友及全球同修大德们，祝福大家新年吉祥如意，戊戌狗年，狗来福，狗来富，万万狗年，福慧双修，岁岁平安，年年如意，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家，恭喜恭喜大家，新年好，好运旺旺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家庭和乐，心想事成，恭喜大家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吉祥，福慧临门，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哇